现年39岁嘅华姐冠军九云慧向来好鍾意小朋友，早前佢就分享咗佢同侄女嘅合照，写话好感恩有一个精力旺盛嘅小朋友填满咗我嘅时间，可见佢母爱洋溢。唔少网民都留言大赞佢嘅侄女有佢嘅优良遗传，将来可以学姑姐一样去选美。九姑娘同陆汉阳喺2018年结婚，但喺2021年6月中突然经传婚变，又指陆汉阳冷落九姑娘以及唔想生小朋友，而令夫妻二人陷入冷战。九姑娘近日搬离贝沙湾外巢，并于九龙塘租屋自住。